整天就知道吃，你自己不会去外面吃啊？我不是给你钱了吗？你自己不会去吃盒饭呀？盒饭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给我那点零花钱，给我吃几顿啊？一个月就给30块钱零花钱，现在一包烟都15块钱一包了，买包烟就花了100，还怎么吃盒饭？按你这么说，你的烟钱我还得另外给你算呀。要是能另外算的话也可以，要不这样子，我下午还要去上班呢，你呢给我点钱，我自己去吃啊，就不用你做饭。你想得美，都叫你戒烟了，抽烟对身体不好嘛。再说了，30块钱一个月怎么就不够用了？吃家里的，用家里的，还要钱干嘛？哎呀，你多少给一点嘛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先预支一下下个月的零花钱嘛。说的那么可怜。要钱呢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我出个问题，要是回答对了我就给你钱。你搞什么呀，要点零花钱还要回答问题，早知道就不讲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说结婚好，结婚的男人会肯钱，结婚的男人听话。那你到底要不要钱呀？要要要。那个行啊，只要你回答对了呢，以后你的零花钱你要多少我就给你给多少。真的呀？要多少给多少？当然是真的，不过要是答不出来呢，啊，以后你的零花钱一分钱都没有，自己想办法自力更生，敢不敢赌一把？当然敢了，那你说我肯定答上来，还想扣我的零花钱，蒙都没有。那你听好了啊，什么东西站着合起来，坐下分开来，友情提示，这个东西离你的腰很近。哎呀，你好好想想嘛。钱包对不对？老婆，钱包一般都是放在腰这里，屁股兜这里，对不对？不对。最近的不是钱包，那就是背包，是吧？那双肩包背起来的时候是合上，坐下的时候就打开了。你怎么那么笨呢？我当时怎么就会嫁给你了呢？不对，这个东西你每天都要用的。每天都要用啊？裤子是吧？裤子天天都穿，而且每天都要用。笨死你算了，你脑子里装的是草吗？裤子也不对啊。衣服、皮带、鞋子。什么裤子、衣服、鞋子？你到底能不能猜出来？猜不出来，我可要去做饭去了。这啥也不是，猜不出来了。你怎么那么笨呢？哎呀，我估计我当初就是脑子进水了才嫁给你。算了，我看你也猜不出来了。哎呀，你的以后想要零花钱门都没有，自力更生吧啊！哎，你别走呀！要零花钱怎么这么费劲？哎，现在男人怎么都混成这样？来吧，咱俩走一个。这就不错，好喝。哎，皮皮，你别光顾着吃呀，陪咱爸喝一个呀。好，来，咱们再走一个，爸。哎，等会啊，既然老丈人特别高兴。咱俩搞点气氛，老爸，咱俩划两圈呗，来，哥俩好啊，666啊！你是不是傻呀？谁跟你是哥俩？你干啥玩意啊？一惊一乍的。就是划圈嘛，哥俩好。每次咱俩都划圈，今天来点新鲜的。啥新鲜？就是咱俩来个成语接龙。还成语接龙了，爸你能行吗？还跟我成语接龙了？咋了？你小看你老丈人啊？你当我没文化？我告诉你，你老丈人我小学一年级
上了6年。我爸有文化。你厉害，那成语接龙咋玩啊？就是那个尾色接龙嘛。我说一个成语，你接一个尾字。哦，行，那我明白了。那你说谁先说？我先说。行，那你说吧。我养育我姑娘千辛万苦，苦口婆心，心想事成，成千上万。万。爸，你卡壳了吧？万，1, 2, 3, go。你把嘴闭上，消停点，让我想想。有了，万中无一，怎么样？我一语双关。关门打狗，狗仗人。你骂我是狗？是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你咋回事？你竟敢说我爸是狗？不是，那你打我干嘛？狗仗人是？不是，哎呀，我刚是要说狗仗人势的，结果打了个嗝，事没说出来。哎呀，原来你说的是狗仗人势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老丈人错怪你了，来，干杯。哥，我来你家怎么暖气没个暖气？哎，你说你这么有钱，暖气费咋都不舍得交呢？你说你心冷，你自己咋不买棉袄子呢？我是啥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近一天打麻将把钱输了，都不知道买个棉袄子。哎，哥，你那么有钱，棉袄子买一个呗，买一个呗。哥，你要是不给我买棉袄子，你看我手机上的那些小秘密啊，嫂子就。好，买，别买！什么人嘛？我的一片好心，你不喝，我喝。